画哈、哦，为什么叫国画啊、哦？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国旗、国歌、国花，那当然有他们自己传统的绘画，称作国画。那我们的国家的国画就是包括什么呢？水墨画，还有彩墨画，还有墨彩，那还有重彩啊这一类的，综合通称为国画。那一般我们学习画国画呢，应该先从四君子开始。那四君子等于是国画的一个入门。画了四君子之后呢，你对国画的用笔用墨就有一个概念。那一般我们的国画呢，假如是你要学习的话，从四君子开始啊。那四君子是指哪个呢？就是梅兰竹菊啊，这是文人画最代表的题材。那文人画呢，很讲究这个题材入不入画，他觉得四君子呢代表君子的一个情操啊，君子的风骨啊。啊，这个一般我们画这个国画，先从竹子开始，因为竹子呢，它大部分都是直线的练习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示范啊，画竹子。那竹子有两种画法，一种是羽竹，也叫垂竹啊，就是竹子的品种比较大一点，像我们包粽子的那种竹子的竹叶很大，麻竹。还有一般我们这个在夜市啊，这个餐厅里面吃的这个绿竹笋啊。啊，那个立竹的叶子也很大，都是下垂的。另外呢，像那个叶子比较小的，有些它都会向上啊，那个叫晴竹，也叫仰竹，那画法又不一样啊。今天啊，这一次我们要示范的就是这个羽竹，也叫垂竹的画法。首先，我们毛笔啊，一般都是先把毛笔洗一洗，然后笔尖呢，我们再来沾墨啊。沾了墨之后呢，我们先画竹干啊。画竹干的话，都是从纸的外面画进来。一节一节的画上去。那画一根竹干要沾一次墨，要一气呵成。画的时候一定用中锋画出来，而且呢，硬笔啊。很讲究，一定讲究这个硬笔，一定要有它的线条之美。那在一个画面里面呢，当然你可以画单单一只竹子，也可以画两个竹子啊。当然呢，你画这张画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构图，构想好啊。这个中国人讲的说要立意在先，也就是说要先胸有成竹。然后再画下去，两根竹干在一起，可以有粗细的变化。画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开始点竹子的节。它这个节我们都画得很分明啊，竹子又经常能提字，提着高风亮节啊，所以画的时候要很有骨气。画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添叶子。添这个叶子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，这个主题的地方在哪里？主题的墨色都要比较浓一点。画叶子一定要画出竹子的动态出来。我们一组一组的把叶子组合起来。有时候叶子可以把竹干啊直接遮掉，不过你的墨色要比它浓，表示在竹干前面的叶子。注意组合的时候，叶子要疏密，当然要有浓淡，
前面的叶子都比较浓，我们画国画大部分都是以浓淡来分远近。像这边如果在添叶子的话，一定要添淡一点的叶子。毛笔可以沾水，啊，沾水我们就因为刚刚有墨嘛，沾水就会把它稀释了。这样画出来叶子就是比较淡的，比较淡的代表是后面的叶子。一般我们画羽竹的时候，硬笔一定要很潇洒。啊，干脆利落。古人常讲啊，画羽竹要怒气写竹，意思就是说你画的时候不能迟疑，啊，硬笔要很有精神。就好像在生气的时候，在画画摔东西一样，干脆利落。叶子画完以后啊，就要补小枝啊。那小枝怎么长，你自己要构想好。太近的地方长小枝，枝太不漂亮啊！啊，记得哦，竹子的长的枝是错生的哦。这边左边长换右边长哦，每一节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你画竹子，一定要了解竹子的生态，要去观察竹子。这个小枝也是有节。到后来靠近叶的地方就不要截，不要画得那么清楚了。画小枝有些可以直接画到枝叶上面，啊，表示是枝是在叶子的前面，有些在后面。啊，这个小枝的节是要把它点出来。啊，这边的我们可以从这里长，也可以从这里长，当然是两个选择的话，我建议从这边长，这样的话可以表现出竹子的动态出来。这个画好之后呢，我们看画面的需要，可以旁边再补个新长出来的这个新黄，就是新的竹子竹笋。它尾巴的小叶子事后再补，有些竹笋的这个笋壳外面有斑点，你可以。未干的时候就点出来，啊，那这个你看这一幅竹子，最浓的叶子就是这个主题的地方，要墨色要比较浓，叶子比较浓的时候，它看得就清楚，就感觉好像是在前面的，画的淡一点的，看起来就比较没那么清楚，就变成在后面的叶子，啊，主在这个靠近画心的地方都可以作为主题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叶子的墨色要浓，那旁边陪衬的后面的稍微淡一点啊，这样的墨色的变化它都有很多层次的变化。这个画这个竹子的话，你看这个硬笔一定要很干脆利落啊，才能够表现这个竹子这种精神出来啊，还有这个文人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情操啊。所以我们在画竹子不能画得软弱无力。啊，硬笔很讲究啊，都要讲究的很有骨气的样子。那这个竹子，你看那个叶子啊，那个下垂那个动态一定要表现出来，一定这样的话，这个竹子才会很生动啊。那至于这个竹干上的安排来讲啊，这个两根竹干在一起一定要有粗细的变化，还有这个节不要一样高，要错开来啊。那刚刚我们画这两根竹干，觉得画面比较空，我们在旁边再补一个新长出来的竹笋，啊，这个叫新黄啊，这个竹笋这已经长高的竹笋了，这个壳长大了以后它会掉啊，这个每个包的地方，像这个地方一定有一片这个笋壳，那掉了以后，这个地方是长枝出来的地方，当然这个枝可能是一个枝、两个枝都不一定，但是一定同一个生长点，啊。
如果这边长枝的话，就要换这边长枝，再换这边长枝，要错开来啊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这边长枝就要换这边长枝。如果有枝的话啊，当然在画面里面不一定要跟自然生态一样，每个地方都长得满满的，变得很杂乱啊。画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啊，它这个构图的完美啊，还有就是画面的这个整个的安排。要有美感，所以不一定说自然界长的样子完完全全都照样搬来，一定要有取舍啊，这样的画面才真正的达到中国人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画完之后我们就来落款，那以这张来讲的话，落款的位置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比较空一点啊，比较适合写在这个地方，而且要由上而下写下来啊。我们现在再来落款啊，一张画画完了之后一定要落款，落完款盖了章以后，这才是完整的一张作品啊。如果不签名的话，不管中西画不签名就是未完成，而且落了款以后代表画家对这张作品啊负责的这个态度，也是证明这张是你的作品真迹啊。来，我们在旁边这边落款，我们可以写一个跟竹子有关的啊。那最常用的啊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，最常用的叫竹报平安啊。因为以前呢，这个纸还没有发明之前呢，都是用竹简啊，古代是用竹简，就一片片的竹子串起来，然后上面这个可以写家书啊，啊，报平安啊。那这个为什么叫竹报平安？因为竹子以前就是切成薄片变成竹简啊，当作书信来书写用。那接到这个的话代表说人他还平安嘛啊。这个竹报平安啊，2014年陈明显，然后再来我们再把章子盖上去才算完成啊。这个章子的话要配合画面的需要啊，一般我们沾印泥的话，这个章子要慢慢的轻轻的多沾一些，这样才会沾得均匀。章子盖的位置也很讲究啊。盖印章的时候要重按，然后四个角都要按到啊，拿起来的时候也要四个角慢慢慢慢的拿起来，这样才会盖得漂亮啊。我们可以盖个对章啊，上面的是我的这个别号章，下面是我的姓名章。好，这样就是一张完成的作品了。